今天我们找了一个美女助理青青来跟我们一起讲棋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玉箫棋社。王铁锤大战惊雷刀，是他的刀法厉害，还是他的锤子硬？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。铁锤当头炮，惊雷刀把马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。黑棋呢，在这里啊，很自信。面对着顶尖高手王铁锤，他也毫不畏惧，选择了一个曲肘平步马，绅士套路，把这个挺兵的权利交给你，你三兵还是七兵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都会，一点不怕。那红旗一看，呀呵，你不得了，那咱俩就来一个激烈的开局，稳健的三兵不走，然后呢，挥车过河。走到这儿，布局的分水岭，左马盘河跟平炮对车。实战呢是选择了一手平炮对车，他压住他的小马，他在退炮以后准备打车减轻压力。那走到这儿，几大流行变化，这个五六炮上马，也有跳边马的，还有的就是最最激烈最最毒辣的急进中兵，兵无进一，那中路空虚，先补一手。哎，补完之后啊，红旗啊没有再走这个大的套路，再冲，你再冲他就打一下，你躲开之后他冲，那就还原成一个大的套路。哎，红旗呢在这里啊选择了一个老式的变化，平炮，你要是飞个象他就冲，让你飞个高象，以后再跳边马出车，形成啊著名的盖马三锤。那黑棋呢没有这样选择，他走的也很强硬，打一下车，红旗躲开，然后啊把卒送掉，你在吃啊，你不吃人家拱下来了，吃了之后打通了这个兵线再进车。那他这个进车都以为红旗冲兵之后他会过来摁住这个炮，哎，黑棋呢也是硬碰硬，这个脾气比较冲，我宁肯气给你，我要把兵给你干了。那红旗一看，你还敢冲着我气死，那还跟他客气吗？打掉。打掉之后啊，黑棋啊选择了一手高炮打车。这招高炮打车应该说是一步帮忙的招。他呀应该走到这儿。走到这儿，这个以后啊高车捉炮，还有这个平炮过来打象，还有这个上马一系列的这个手段，还有一些骚扰。你这个高炮打车这是帮忙的。因为啥呢？红旗开炮正好来一将，你要是不吃他补个象，这个打完马还打着象，你要是补个象打完马还打着闷弓的，他只能是踩掉。这一踩掉之后，这个这边打着马呢，那他呢选择吃掉，吃掉你的炮，这样你打我的马，我吃你的炮，我得子了。哎，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平车，乍一看也挺妙啊，我现在打着你这个马，我这边呢打着你这个马，好像红旗要还一个了。但红旗有手段，红旗呢先手平炮过来拦住他，打象，这是一个闷弓，你要是飞个中象以后这个车啊又不能高起来抓炮了，所以说呢他选择了一手啊飞边象。那你飞边象，我这个马保住了，哎，我再把这个马逃开不给你吃。那黑棋呢就高车捉炮，红旗呢就炮退一步来跟他交换。黑棋一看我也不能再躲了呀，就给他打掉，红旗呢给他吃了，黑棋呢再高一步炮，这样呢这个红旗啊就多一个子，但是呢这个两个马呢现在被人家占住了这个兵线呢，以后有吃马的这些手段，红旗呢就先飞个象，防止你以后架中带将再来摁我的马，我这两马没办法往中间盘。那黑旗呢也是先搁个中炮，红旗呢就冲兵，你要是压我的马，你不管压我这个马也好压我这个马也好，我就继续往下冲，把你中炮给你赶走，然后呢从中路盘上，中路盘上去。那黑旗一看不行，他落个士，这样你再往下冲他就再缩一步，
你的俩马呀，还是从中间盘不上。那胡奇一看，这俩马没办法从中路盘旋而出，他就这样上出去。那黑棋呢，就过来压住这个小马。那红旗人多打人少，赶快呀施展流氓战术，进马踩车踩炮，黑棋只能平车。然后啊，红旗把炮一踩，那踩完之后还要准备将你呢，你不可能来吃这个马呀，他只能是把这个马吃了。红旗呢就往下冲兵，你还是来不及吃这个，他先躲一步，先把你这个兵啊引到这儿来，然后啊再平过来。平过来之后，你这个马怎么办？你这个马，你要是回个窝心，它呀就过来卡住你。以后呢，指使出老将再平车过来，那这个棋啊，红旗不好。那红旗呢，就选择了一手啊回边马。黑棋，你要是顺手牵羊吃个兵，那我就高车保住这个马。黑棋呢，在这里啊，他选择进车捉，准备啊破象。那红旗上马一踩，哎，黑棋呢就把象杀了。但是我们经常说了，缺象怕什么呢？怕炮。黑棋是没有炮了，缺士怕双车，但是红旗呢是俩士，所以说你吃个象啊没有用，只是对红旗啊是一种骚扰。红旗马一回，现在踩着车，啊，把车退回来，红旗呢再补一手士，以后准备出贴身车给你腰对流氓战术，啊，各种吃象，那红旗呢就过来。给你对一下车，黑棋你这个车一对肯定是不行了呀，剩个单车，人家车马兵，那你肯定是杀不过。黑棋不敢对，把车躲开，那红旗这个象也不给他吃，落回来。你这个象一落，哎，黑棋呢就抓紧过卒，希望这个卒以后冲下来呀，靠近九宫，对红旗啊有所牵制。红旗呢就先兵平中，黑棋呢继续往下冲，红旗呢。再平兵，哎，下一招啊，我还是要一将给你对车，我人多打人少，就给你对，啊，黑棋没招，先补一手士，你补一手士，红旗也跟你耍流氓，就跟你来对车，黑棋少子，我就说了不能对，平车让开，那他现在呢，借助着这个中车，小兵啊闯进九宫，这个小兵一靠近九宫，那就威力大增了，下一步再下去，这就要三车闹事了。黑棋呢，赶快落象，准备把象啊连起来。红旗往下一冲，黑棋把象一连，哎，那红旗呢顺手牵羊，把卒一吃。下招我准备将你，我一将你，你敢落士？我这么拱士一将就要你的命。我要是一将你电车，咱俩把车一对，我这个车马兵也是必胜。黑棋无奈，又把象啊落回去。哎，那红旗呢再平个中车，下一招。要拱你的士，那黑棋呢，只能再飞个象。红旗呢，他又来了，还准备下车一将，你一电车，咱俩把车一对，你说这不欺负人吗？那黑棋无奈又把象落回去，哎呀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，这滋味真是不好受啊！这个只能是飞象落象，飞象落象。这个红旗通过这一系列顿挫之后，调整了车位，然后呢，继续耍流氓，退回来给你对车，你对不对？你不对，你再躲开，我再把这个卒给你杀了。然后杀住你的底象，这个黑棋给气的呀，都想逮住王铁锤呼他一顿，不躲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对调，那红旗呢给他踩掉，这样一交换，这个肯定是不行了，车马兵对你车卒，但是呢，黑棋还不轻易认输，点车兵线准备扫兵，那红旗呢又把马退回来了，你这个兵呢也靠不过来。他就先吃个兵，红旗呢先高车，黑棋呢退一步。你退一步，你也不能吃兵啊，这个兵有根儿。他呀落个士，准备借老将拱你的士。黑棋又是只能补个象，红旗呢搁中一捉。黑棋呢，你要是。再把这个象落回去，他呀就准备呀换你的双士，借助老将换你的双士，然后车占花心，把马再奔上去。所以说呢，黑棋呀在落象之前，他先过来，
描一下这个小马，让你补一首诗。既然补一首诗，不能借将助攻了，他再把象马落回去。那红旗在这里啊，没有继续施展他的不要脸战术来高举腰队，他呀直接高举，是他的卒。黑旗气的，那我这是全村人的希望宝贝鸽蛋，那能给你吗？往前一冲，那你有个边卒，我有边兵，要想读拱边卒，他也选择挺边兵。黑旗这个在这没用，他选择进一步，进一步他又过来捞住他的边卒。黑旗无奈呀，这个边卒不能给，又退回来保住。那红旗呢，再欺负他一下，抓卒抓象。那这个卒肯定是不能给，再进车保住。红旗在这里调戏人家，又过来抓一下这个卒，黑旗无奈再退回来保住。那红旗不逗他玩了，选择上马，选择踩你的卒。黑旗平卒，红旗呢，把马跳进去。黑棋一看，那我抓紧过卒，你现在不能吃我的卒，你吃我的卒，我吃你的马。哎，那红旗呢就卧一将，你要是出来，我就把卒给你杀了。那黑棋呢只能退回来，绊住这个马。那红旗呢再一回，这样呢造成一个低头车，把车啊给它盖到底下了。黑棋往里面靠卒，以后想双卒拉住手，拉住手也相当于一个大子啊。那红旗呢也过兵，准备以后再进兵。给马生根，那个车呢就可以解放了。那黑旗呢，赶快平卒，准备拉手。红旗呢就下兵，这样呢，马有根了。下一招这个车啊就可以大杀四方了。黑旗呢高一手车，红旗呢再来一个坐双。黑旗先拉住手，不要象了。啊，红旗现在子力都到位了，这个时候他再把象吃了。黑旗呢一个象。红旗在这里走的很简明，再选择呀，一兵换双士，来一将，那这样呢，他也只能吃掉，他再把士一吃。下一招就有一个进马，那黑旗呢选择了出老将，那你这一出老将卡住象眼了，红旗呢把车，哎呀嘿，红旗呢把车平过来，下一招。他还是有一个进马，哎，你比方说你下卒，你现在没棋走啊，你下卒，他就进马，下一招这个兵往下一冲，也就要了命啊。黑棋一看大势已去，也只好投子认负了。